我们自己做的吧。包子是鸡肉馅的，是我妈改良过的，超级好吃。这个是我们和 If No Life 想一起出的一款印章，然后这个刚刚让工厂帮我们调了一下尺寸，刚刚用硫酸纸打印了一下。Seems like this fall will be the death of me. In a second now, the ground will come to take me home. Suddenly it seems that I cannot explain.我过年的时候买了超大一袋鲜贝宁，快被我们吃完了。每天上课的时候都想拎两个。Change
Probably change yours too. It's not all true or false. I mean, there's every time I think of it, I have points for answering consistent with the key. Words are held and no one out. Let's all learn a little more.妈那天给我们做了春卷，还剩了点皮。这里面这巧克力是不是都化掉了？热量爆炸，是我第一次做甜口的这个春卷。
好好吃，好甜啊。这个巧克力用的是黑巧，所以不是很腻。我们现在每天都有好多作业要做，感觉把上个月的假期全部还回来了。我们养的葱都开花了，而且还有好几个花苞。我打算试试画这个油画棒，然后我正好找到了之前买的一个这种明信片水彩纸，它就是这种，就是这一面你可以作为明信片，然后寄给别人，这一面你就可以画水彩。所以我想这个大小正好适合我画那油画棒的小画。紫色的做天空，
噔，我的第一幅油画棒作品完成。我刚刚又给它加了一个小太阳，这样子画面可能看上去更和谐一点。把这个画导到电脑里，就能做一个简单的日历。下次可以把那个月历写在上面，这样子每个月可以做几个不同的。Ding ding.